感谢，但是也别忘记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像今天我们吃饭现实一样，要将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重担交托主。现在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为我们承担一切的苦难，让我们把自己一些所不顺的、逆境的事情，完完全全交托在你的手中。有一首歌，它告诉我们。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你牵我们的手，带着我们一道往前走。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杰瑞庆贺，要为我们的杨丽姊妹庆贺，也要为李二太太庆贺，也要为这个Helen庆贺，他们正是有的是在五月份。 生日，有的是在五月份满金婚，正好我们真是有很多很多的嘴都不能诉说你对我们的恩典。我们要真是记住，常常来数算你的恩典。你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今天我们就是这样。 以感恩的心来参加这次生日派对的忏悔，求神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跟每一个家庭。我们把杰瑞跟Sharon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保守，求你带领，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 Make a wish, make a wish. 三个愿望，第三个可以公开。 哇，猜不到，猜不到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你没关系，有三个愿望，第一、第二个是保密的，第三个可以公开的。第三个，许愿，许三个愿望，就我可以在寺办里面继续的撑到80岁，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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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岁。 第一个愿望，越来越年轻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必要紧，我就等大家都在，大家都吃饭来。然后杨丽来，我们唱，我叫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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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